主料，面粉400克，辅料，油、盐、肉馅、白菜、蒜苗、酵母粉3克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2小时以上，温水和面发酵40分钟左右，擀成饼状，调好的馅料抹平四边流出，卷起来，切成段，开水下锅蒸15分钟。烹饪技巧，温水和面发酵40分钟左右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